属于自己的年代。从单车到汽车，我们迈进这新的时代。买的发货的地点就在柳州。说到这儿呢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了，青少年滥用药物会有多大危险呢？这药品又不是毒品，怎么又惊动了禁毒民警呢？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药，又是什么人通过网店